第一次来你家，哎，不好意思的。你们看上去那么不乐呀？客厅有狗仔队吗？有的。啊，那我被拍到咋整啊？那现在回去吧。小卡，我明天就给千玺送个东西。不是，你直接给我不就行了？主要是千玺说他想见见我。你怎么现在什么都听他的？行了，不说了。你俩我都要，他拍了。你没问题吧？啥问题呀、啊？千玺，别怕这个。啊